自宜昌而上，入峡行，当以水闸堰其水。1918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在长江三峡河段修建闸坝的设想，这是三峡大坝第一次以文字形式正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初心不变，信物百年。我是今天的信物讲述人。今天我代表拥有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给大家带来这件信物，请看。这些柱子是三峡大坝的混凝土新样，整个三峡大坝就是用这样的混凝土一点点浇筑起来的，它们反映的就是大坝的质量状况。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枢纽工程，混凝土浇筑量就达2794万立方米，相当于把直径1米的混凝土实心管道绕地球赤道一圈。兴建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却因时局一直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大坝的建设构想再次被提上日程。1958年夏，毛泽东听取三峡水库的设计寿命问题，水利部部长回复大约200年。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千年大计国运所系，三峡寿命成为热议话题。三峡大坝是由混凝土、金属结构等组成，混凝土的质量决定着大坝的寿命。经过多次分析论证，科研专家一致决定为三峡大坝研制一款特殊的混凝土。大部分是以强度为主来设计这个混凝土的。自从三峡开始，我们从强度设计转变为耐久性设计。高耐久性混凝土是一个专业课题，没有经验可循。李文伟就带领科研团队不断试验、不断纠正，从全国数百家水泥厂中甄选出8家水泥厂，通过试验上百种配比，终于调试出适用于三峡大坝的高耐久混凝土。然而，高耐久混凝土仅仅只是个开始。在国内外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历来有混凝土大坝无坝不裂之说。为了打破无坝不裂的魔咒，建设一座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工程，三峡建设者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每次浇筑完之后，工程人员都会随机拽取一段新样，以此来观察大坝混凝土是否有缺陷。这些新样沙子、石子儿分布均匀，交接很好。为达到这一要求，科研人员花了不少心思，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下池冰棒、冬穿棉袄的施工工艺。下池冰棒、冬穿棉袄形象地描绘出三峡的温控技术。要避免裂缝，温控是关键。三峡地区的高温季节长达5个月，地表砂石料最高温度可达摄氏50度，这些都对混凝土的遇冷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做到温控防裂，我们一般都避开高温季节。但是呢，我们建大坝需要连续的生产，高质量的、快速的建设这个大坝。常规温控技术是用冷水浸泡石子，但三峡工程的混凝土浇筑量太大，既没有足够的场地来浸泡石子，又难以处理因此而产生的大量废水。科研小组将传统的水冷改为风冷，沙子、石子、水泥等进入搅拌楼后再次加入冰屑。正是依靠严格温控和工艺创新，三峡大坝的建设者攻克了高温季节不宜大规模浇筑混凝土的工程难题。2006年5月20日，三峡右岸坝顶最后一方混凝土
浇筑完毕。至此，世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大坝终于在长江西陵峡全线建成。三峡大坝南蓄长江上游洪水，确保了长江中下游的安澜。32台70万千瓦的大机组，年发电可达1000亿度。高峡平湖的出现，结束了船江自古不夜航的历史，万吨级船队可举鼎重庆。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百年信物，薪火相传，这些新样代表着三峡工程的优良质量，凝结着三峡工程建设者的智慧和汗水，见证着中国水电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巍巍大坝横跨长江两岸，高峡平湖绘就胜似良景，三峡工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水利工程，以大国重器之力护佑长江安澜。2021年6月28日，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世界水电行业中的引领地位。放眼百年历史长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国三峡集团将继续传承三峡精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